我是不是很激动啊？要见到魏喜秋了，太监，我这次一定要有个男人样，给他看看。我很期待你的表现，千万不要让我失望。是，我一定。 兄弟，你个狗汉奸！是你逼我的，逼你！我们怎么逼你了？是你非要去打鬼子，跟了游击队，什么都不管。可是小鬼子一炮就能把黑龙山给炸平了，我能怎么办？啊？你问问兄弟们。 谁愿意去死？哼！我还告诉你，我现在是警备司令，是正规军，我这是带着兄弟们弃暗投明，懂吗你？放你娘的屁！黑狼，你以为你是对弟兄们好吗？你是带着弟兄们去当狗，去做汉奸！ 奸！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兄弟。
我们的错，你带领这小队去找偷袭的，不能让他跑了。快去，一小队跟我走，快！ 你们手里，要杀要剐，随便。大哥，砍了他的狗头，给兄弟们报仇。老三，大哥，兄弟。 知道吗？将来这事，日本人的天下，知道吗？他们能给我大洋，能让我和我的兄弟们过好日子。你难道让我跟土八路过苦日子？有病！好，兄弟情谊到此为止，以后再见面。 咱们就是仇人了，老三，走！大哥，走！大哥，你疯了吗？走，快走！走，走，走，走吧，快走吧。没事，我们就这样回去。 小鬼枪翻了！近身射击！小鬼枪的什么武器啊？怎么能打这么远？这实验室最新的冲锋枪，射程远，火力猛。他们的弹药不知道怎么空中飞了。太猛了！
就是你，撤退吧！走，撤退！走，走，走！老总，突击队怎么没有动静？是不是被我们消灭了？停止射击！他们没子弹了，赶紧抓住他们！走，快，走！ 快，铁军！等一下，要快点！怕什么？大鬼，老娘要都要跟他们拼了！千万别冲动，让鬼子靠近了再打。队伍只要留下一颗种子，都要重新拉起来，继续打鬼子。快！ 贵相，拉些好弹。是。马大当家的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等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大佐阁下，那些女匪扰乱了我们的围捕，属下无能，请大佐惩罚。惩罚？嗯，巴盖鲁。嗨。 那些军官活着出去，这里的每条山路一定要加强封锁，一旦发现，绝不杀死。孔明灯。 那么多孔明灯，马大当家的，这孔明灯下的，应该是没有吧？正是。姐妹们，准备把孔明灯下的葫芦打破。是，大家帮忙一块打，给我打！
别追了，打扫完战场，赶紧回去。啊啊！哎，这还有一个活的，老实点，起来，起来！快起来！狗日的，敢在我们中国撒野，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？起身，许春，共产党有政策，不能杀俘虏。行，现在老娘有觉悟了，先饶你一命，给我起来！ 走，快走，快点！行了，先带他回去，大家回吧。走。